我算是 CVS 的第一位进驻者，大概是在三到四月的时候。那今天呢？那现在我来腼腆的跟大家分享一下。今天就是因为我最近自己学习到一个关于简报，因为我想在座的各位常常参加不同的研讨会，或者是你有很多的机会必须要上台跟大家去解释跟分享自己的理念。那透过一个什么样子的工具或者是方法，我觉得可以比较快的凝聚大家的共识。因为两件事情，这世界上算比较难的，就把你的钱拿到我的口袋，把我的脑袋放进你的脑袋。对，那我想，因为我比较常做这件事情，所以就在这边有一个机会跟大家做个交流。那我今天分享一个我在就是在上海那边做的一个简报。那这个简报呢是针对在上海就是大中华区的肯德基。肯德基在2015年在上海会招的一个国家展会中心会有一个概念店，会有一个概念店在那一边落成。所以呢这个提案呢就是针对这个肯德基的概念店所做的。那我来分享一下。这个主题呢，其实它是讲说，这个主题被分配到的，其实就是在上海当地，就是用上海的主题来做肯德基的一个不一样的形态的规划。那一开始的时候，我是用一个比较简单的动画，那这些动画呢，全部都是我从网络上找来的，音乐也是。那我再做一个解释跟搭配，就是从以前的上海，然后带到现在上海的城市的位置。那这就是我这次的主题，从世界舞台，那其实就是在上海，肯德基也在这里。其实这次要利用到，其实我想简单的介绍一下，现在我在做的其实是用我的 iPad 跟这台电脑做串联，那我可以很快速的，对我要简报的内容进行很快速的调整，根据现场的状况。那这边是我在定义这次的肯德基呢，我要做的是世界剧场，因为从以前到现在，那上海一直都是一个很繁华的地方。那100多年前被殖民的各个国家进驻，那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它就变成投机者的天堂。我们来看看，其实我在对图面跟文字的汇总的时候，我这边想讲的就是一般我们在做 PPT 简报的时候，其实一个主题的人，我们要用好几张图片来说明它。但是这一边，我可以把10张图片，甚至100张图片，我都浓缩在一个页面来阐述我要讲的主题。那我觉得这边这个好玩的东西是在于说，它可以在你不清楚的时候去放大你要看的东西，就是我可以跟现场很快速的做互动，可能不是在于这一般，就是我们在这么多人的一个研讨会，或者是在一个小型的会议，那我们都可以做这样子的呈现。那其实我这次最主要的概念就是说，健康免费是唯一的门票，就像我们要去看戏，或者是到不管是剧院或电影。电影院都需要一张门票，那你进到肯德基的概念店，你需要的一个是什么东西？对我来讲是门票，那你要怎么进去？这个主题就是，你只要给我一只手，那我给你一整天所需要的美味跟营养。它就是一个装置，可以量测你的身体质量指数，就是所谓的 BMI 值。这个东西其实已经有了，而且一般大家都可以买得到。但是我们要做的就是这样子，在入场的时候，你可以把你手，比如说放在这边感应，感应之后呢，就会有一个跳键跑出来，由肯德基建议你，依你今天的身体状况，告诉你今天适合吃什么。那我们这边肯德基都有。
那这是最主要的核心的概念，就是肯德基不只是给你你想要的美味，它还提供你所需的营养。那其实另外一个呢，就是在这个提案的另外一个部分呢，就是你比我们会去诠释一般的肯德基就是只有两种，就是现场即时的点餐跟快餐。可是这个太一般了，在这个概念店里面，我想就是针对不一样的包装，然后让肯德基来告诉全世界，在这个概念店，其实它在一般对于环保包装上面，它也投入很大的心力，就是在这里。那这边也是找了非常多的 research 来包装，说，比如说像左边的这个包装，你是可以用这个包装的形式来包装它的炸鸡，甚至它其他的产品。那另外一个呢，就是在这间肯德基，它已经提供你用刀叉，就是坐下来花时间的一个餐饮服务。因为一般人在吃饭，其实吃东西对我来说，就是快餐跟一般我们去点餐，它最大的差别就是你花的时间了。就我点餐只要三分钟，可是我会花30分钟跟我的好朋友来一起吃个饭，来聊事情。可是要花30分钟在一般的快餐店要吃的，可能就不是炸鸡了，它必须是可能要有人帮你服务，你要有一组刀叉可以让你慢慢吃的一个环境。那在这间肯德基里面，两种都有，就是针对不一样在世界各国来这个国际会议中心的参展的，不管是专业的经理人或是业务，他们可以在这边做更多的时间。那在这里呢，那我就准备了一些餐点，他们可以使用的一些范例的照片。那另外一个就是我讲到这个主题啦，就是浪漫浪漫明日剧场，就是在空间还有它整体的规划，在这边做一个主要的阐述。因为我之前是念那个舞台设计的，所以我把剧场概念完全的放到这个空间来做一个演绎。啊，第一个我觉得是在服装的部分，因为进去我希望可以感受到它的上海的味道，除了上海原汁原味的服务生之外，它如果再穿上跟以前剪裁差不多的，但是是现在的花色或者是颜色的话，它其实很容易进到这个矛盾但是不断在变更的上海。那另外一个就是现在快餐店他们的照明大概是像这样，就是功能性的打光照亮。可是如果在这间肯德基的话，他应该要做的是一个气氛，就是用剧场的元素甚至用剧场的灯具来做一个呈现。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做舞台，其实我们在讲舞台就是空间它的陈设啦、摆设所使用的颜色啦、它使用的元素。那这边下一个主题就是新旧交融，那这边其实它是创新，但是它又像旧的东西一样。那这边其实有很简单，就是分两个页面来告诉大家说，其实我是取自于殖民时代的建筑语汇，不管是它的窗花或者是它的结构跟比例，只要用这两个东西，其实很快可以诠释，在这个空间很简单去诠释说，你其实来到一个有上海象征物品的一个空间里。那这像是像这样子，那其实这接下来就是进行到比较尾端的部分，就是我这边也做了一个 3D 的模型。就是我也可以现场操作，就是我因为我要讲的是空间，所以我用空间，用大家最可以理解空间的方式，就是一个 3D 会动的，可以即时互动，就是你要看看它的里面，或者是你要看它背面是什么，它的廊柱有没有挡到动线，或者是它的舞台区在哪里，就是在这个地方可以比较完整的去呈现你想要的。但是这个东西其实很简单，我想再做像月亮是空间设计的嘛，那你画 3D 的图档是很方便的，可是没有办法放到 PPT 上。
没有办法像这样做到一个很好的操作，甚至让你客户去玩。那其实换一个媒介，它可以很方便的，就是在一个地方里面把你要讲的事情，透过现场互动的方式去呈现。对，那其实讲到这边呢，它差不多就是到结尾了，在现场的时候。那这边我主要是说，其实上海这个多变的城市嘛，它应该是在十年之后吧，甚至现在，它就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。那每一刻它都在变，今天、明天都不一样。但唯一不变的，可能就是它的夜空。那我希望可能也是一样，因为它在全国，中国有大概约五千家的连锁店，所以它的夜空其实跟上海是一样的。那其实讲到后面，其实要用一个东西去代表上海，其实很笼统，因为你去外滩就好了，你去东方明珠就好了，那边更上海。你去老的巷弄，去他们以前租界的旅馆去住一宿，也可以更领略到上海的风景。可是这边要说的就是说，如果一个店要让它代表上海，最好是就是，我去过上海，有一间肯德基还蛮屌的。你只要说肯德基跟上海这两个连在一起就好了。那什么东西可以连呢？这边是我提供在现场可以做的一个风洞的雕塑，它是一个藉由风，然后藉由机械联动的一个简单装置。它其实在那个空间里面，它挑高是8米。所以它非常的有环境的优势，去可以做这样子的装置，而且只要有一个这样的装置就够了，一个这样的装置就可以让人去那边看到，哇，哦，这肯德基蛮不错哦，好厉害。像这个也是，这边总共展示了三个不一样的用风驱动的一个机械联动装置，比较像之前大家看到像仿生兽类似这样子的机械设计。那这个呢，它就是利用光和影，还有风来做的。大家看一下，这是我觉得很有趣的。如果它变成一个肯德基的上校像的脸，那就可以完全用这个东西来代表。OK， 肯德基，哇哦，好酷！在那边现场呢，我这边大概就做一个结束了。那但是如果说待会，还有一个状况，就是为什么我会用这个呈现方式，就是它弹性很快，我不用再按。就是譬如说，我们想要回到，你的 BMI one and all day 那个地方，可不可以再讲一次？其实它非常快的，我就可以回到这边，然后告诉你说，这边其实是这样子。这个软体其实很简单啊，就是只要有 Mac 系统的人都可以用，就是它有一个电子书的编辑软体，去网络上，那它是 free download。那一般的话，它是用来制作电子书用的，可是呢，我觉得它用来做简报。似乎比在电子书上面发挥的影响力，还有达成共识的速度要快非常非常多。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样子的东西啦。好啦，谢谢大家。好，几分钟的 Q&A 时间，好，快问。好，我先问这个软体叫什么名称？这软体其实我也不知道它叫什么。已经被买单了。这是肯德基请你做的。对。
所以说整个空间设计就是，现在这不是演练，这是真的。好、啊，这是真的。这是一个真正提案，大概是在六月份的时候进行的。然后这个展馆是在2015年要进行，那在国家展会中心。这个是做一个概念，比较概念跟整体的规划的一个提案。那至于后面的深化的设计呢，那会持续的进行。那我要讲，主要想要表达还是说，因为在场各位其实，不管是像月亮或是在台中文创发展协会这边，其实都会有很多场合需要跟人家做互动。之前那个也有做过很屌的，就是在那边动来动去的那个，滑来滑去的那个动画。对，待会应该会出现啊。对。但是我想要的就是有一个可以更有互动性的装置跟一个方式，因为我想跟我的业主达成共识，我必须让他动动手嘛，我必须让他玩一下嘛。这样子我觉得比较有机会，也有焦点。大致上。